妈咪就是阿梅，就是妈咪的客家话。阿梅就是妈咪的客家话，等一下我再告诉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往下翻。当我出生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？阿爸就是爸爸，阿梅就是妈咪，两个人呢睡觉睡得跟汤匙一样弯弯的。有没有看到？爸爸呢还睡觉睡到打呼。你的爸爸睡觉会不会打呼？会。